我是小鲁，以前我在外流浪，有一餐没一餐的，时不时就会有生命危险。后来被慈悲的大师父收养，现在住在一个充满温馨的大家族中，每天都有纯素又营养的狗粮，生活超开心。近期家里来了许多跟我相同遭遇的狗狗，我们很快变成好朋友，但是碗里能分到的食物也变得越来越少了，让我好担心。哎，肚子好饿哦。咦，有一个洞，我一好奇就跳进去一探究竟。哇哦，终于有好吃的了。新逢清明孝亲报恩，生命电视新竹中心举办恭送地藏经护生点灯药供暨甘露施食，日期4月5日星期五至5月4日星期六晚上7点，地点新竹中心，新竹市北区竹光路111号，电话03533-7368，03533-7368。海涛慈悲基金会板桥分会举办宝贝成长园地蔬食客服班，课程目的以佛陀利益众生的慈悲心弘化社会，关怀弱势家庭。课程内容主要以德育教育为主，内容安排有说故事、玩游戏及才艺班、绘画、朗读、戏剧表演等等，课程气氛轻松，还可以吃小点心领小礼物。日期108年4月起，每周三，时间中午12点半到17点，地点板桥悲愿寺，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报名电话请洽02-2951-0565，02-2951-0565。课程完全免费，欢迎弱势家庭及小学1到6年级学童均可报名。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严师心要谏言。上师又说，未来时代追随莲花园之语的幸运人们，朝着仔细聆听吧。首先在道上修行时，你必须精进努力，因为过去你将所有心神放在迷惑经验中如此之久，无数劫以来，你所做的一切都在迷惑中偏离了正道，如今获得人生，你应该要在此时切断这个迷惑期望。一切有情众生都被阿赖耶无明分的黑暗所蒙蔽，当二元相对的经验升起时，这种经验会透过对二元的执取而变得固实起来。无论有情众生在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一切皆是悲哀的行为。六道众生的迷惑求牢是多么牢固，获得一个人生是极为困难的。虽已得到了人生，却只有少数人听过佛的名号，听过佛的名号之后，也只有极为稀少的人会感受到信心，而即使感受到信心，进入佛法后，许多人还是会像顽固的野兽般，
毁坏自己的三昧耶与戒律，往下堕落。看到这些有情众生，菩萨感到异常绝望，而我莲花缘则感到无限哀伤。错家在佛陀教法住世之地，即使得到圆满人生的人们，无数生以来已积聚了无边功德，他们却仍然经历着六道有情十足的业力。其中有某些人听到佛的功德特质时，由于被贪着与嗔念所击之故，还担心他人也会对佛功德感兴趣，因此在他们成为佛陀教法追随者的一份子后，竟还担心轮回会浩劫。这种贪着与嗔念即是地狱的种子，这些人来世将会投身到完全听不到三宝名号的地方。生在现代或是出生在未来，并能正确听闻莲花缘话语的人们，以下就是你们应该做的事。为了好好利用你已获得的人生，你需要殊胜的佛法。那些执着且渴望世间声望和名声，却没有实在修行佛法的人们，不过属于动物当中的最高层级罢了。如果你对这一点感到怀疑，你可以仔细思量一下。总是渴望或挂念着身体的安适，挂念着身体能否继续存活，挂念个人的胜利攻击，挂念个人至交的得意受贿，担忧个人的仇敌会得到人后的回报，这些全是世间人所具备的心思。而天空中的鸟，地上的老鼠，住在石头和岩石下的蚂蚁，也全都拥有同样的心思。一切有情众生都有这样的挂念渴求，想要比其他众生少一些伤害自己的敌人，只能算是动物中的最高层级而已。若真想修行佛法，就必须舍弃对地方的执着。你的家乡即是爱执与愤怒的出生地。只要存放一些方便取用和携带的食物及财产就可以了。要确实这样做，直到你已抛弃对食粮和穿着的贪着为止。不要保存那些会让你散乱分心的财物，要去寻找一处粗鲁无礼之人不会常常出入的地方。要谨守食粮仅足够简朴地养活自己的生活形态，远离有伴地隐居起来。首先要禁止你的罪行，接下来要直观你的心。心的自然状态不恒常，但却投射出心念，这就证明了心是空性的，所投射的心念无阻碍地升起，这就是自心的觉知明性。莫要追逐心念的投射，也不要攀执此认知明性。放松你的注意力，并认出心的体性后，你本然的觉性便会显明为法身。时而要做一些净除障碍以及增上的修持。如果你能以此方式跟随我的引教，那么你就会在当下此生达到持金刚的境界。上师如此说道。乌迪亚那的莲花生大师传名为宝丁的引教就此圆满。这是长了秃鹰羽毛的驰名者仁真果灯在朝向东方的白色珍宝埋藏物中所掘出的伏藏法。三昧耶，封印封印，愿一切转为善，愿一切转为善，愿一切转为善，吉祥圆满。对赤松德真的忠告：其意哉，
上师莲花生受赤松德真国王之邀，去净化一块建筑地，建造吉祥无尽愿、任运圆满城的商业寺。之后，在进行开光仪式时，国王邀请身着暗褐色织锦披风的上师，坐在位于上方中央厅堂的狮子软垫宝座上。赤松德真用米制的酒浸湿上师，左右手上各放了装满酒的金银高脚杯。国王供养了种种物品，将一万尺大小以松耳石制成的花，以七针的方式排列在精致的曼达盘上。国王从自己的颈上拿下一个名为闪耀马炉的松耳石饰物，置于其上象征太阳，又拿下另一个名为坎卢无上密意的松耳石饰物，摆放于上象征月亮。他在黄金曼达盘上配放了其他珍贵宝物，作为须弥山和四大部洲的象征，并配合着赞颂词，把这个曼达供养给上师。非依凭父亲和母亲所生，您的化身像自莲花中出现，此化身以切断生死之流的金刚身，感化着众生。透过无束缚的无影体证，您向聚气堪配的人们揭示了佛心，娴熟于种种方便来调化，您将高傲的神灵恶魔系缚于视眼下，拥有三生圆满的事业之故，您的化身像更胜于其他诸佛的色相视线。我向金刚顶卢曼的莲花像顶礼，并以虔敬来赞颂您。虽然您在受用五根玉乐时没有任何执着或贪恋，但是您却以悲心接受五欲之乐，使得一切众生能造作功德。当我向您祈请赐予无上深奥之意时，请仁慈地眷顾我。上师回复说：国王陛下，您欢喜我现在的色相视线吗？国王回答说：是的，我很喜欢。然后继续说道：吾有四大种之极，超越生也超越死亡，您具有高洁的悲心，为着众生的利乐而行，您的心以法性的固有本质恒久安住。是的，我欢喜您的体相，众生的护佑主。然后上师说：你应该知道，行者的上师甚至比此劫中的千佛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此劫中的诸佛都是追随上师之后才出现的，在上师存有之前，佛这个名相也未曾存在过。接下来并说道：上师是佛，上师是法，同样的，上师也是僧，因此上师是三宝的根本，无需再崇拜其他的，尽力地服侍你的上师吧。若能使上师欢喜，你便会领受到所求的一切成就。然后国王向莲花生大师询问：伟大的上师，当我们想要从因位来成就果位佛果时，对一位有情众生而言，首先了悟的见地显得格外重要，但拥有了悟的见地又是什么意思呢？上师答道：一切见地的顶峰即是正觉心的菩提心精髓。广大无边的百万宇宙世界，
十方一切善事和三界所有众生的本质皆是相同的，其中一切的一切皆被含摄于正觉心的菩提心精髓之中。心在这里指的是从无声之中升起的种种不同展现。然后你可能会问，佛与有情众生的差别是什么？这无非就是了知或不了知自性的差别。觉醒的境界或佛性就存在于你内在，然而你却不认识它。众生因为不认识自己的心，走岔了路，因而进入了存有的六条川流之中。接着你可能还会问，那么了知心的方法又是什么？若要认识自心，经典中教导你会需要上师的口诀。关于这点，我们说，心即是思考者与辨识者，的确是有某种经验者，不要在外界寻找此心，要往内观照，让自心来寻找他自己，要对自心本性的实况达到确信。心最初由何处升起，现在又驻留何处，看看最后心又去了哪里。当你的心往内观看心自身时，心发现心自身并不从任何一处升起，不驻留在任何一处，也不去向任何一方。要解释心就是如此这般是不可能的，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内在或是外界，心都是毫无实质存在的。心没有某个观照者，心也不是观看或观照的行为。体验这心时，它是广大的，没有中央或边际的本觉。心从本初以来，便是空性与解脱自在的无垠片处，此本初觉性是本来具有且本质存在的，它并非此时所造，而是从本初以来就存在于你自身之中了。而见地就是去认证这点，对此要有坚定的决断，对此具有确信意志。我们了知道从本初以来，心就如同虚空一般任运显现，心就像是太阳，没有任何无明黑暗的基础，心就像是莲花，不受任何过失所垢染，心就像是黄金，自身的本质是不会转变的，心就像是大海，是不移动的，心就像是一条河，永不停息，心就像是须弥山，是完全不变的。一旦你了悟了心的状态就是如此，并稳固了这种了悟，那就称为拥有了悟的见地。国王问道，拥有禅修的体验又是什么意思呢？上师答道，仔细听啊，国王陛下，拥有禅修的体验意指让自心处在无有细论造作不成腐且鲜活崭新的状态中，让自心安住在其自然不受拘束且自由解脱的状态中，不要把自心置缘于外在事物上，也不要专注集中向内，要保持无所缘的状态。
在你具身本性的大平等性中，让自心保持如如不动，犹如一盏无风吹动的酥油灯焰一般。在这样的状态中，种种体验便能升起，你的心事可能会变得强烈、满意、鲜明或全部终止，或是喜乐、明亮、光耀、理念，心也可能会感觉到浑浊、无参照点，或是超出这个世界惯常的模式。如果这些体验升起了，不要认为它们有任何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只是暂时的经验罢了。切莫攀执或是固着在这些体验上，若能如此，这就称为拥有禅修的体验。国王问道，拥有行持的平等位是什么意思？上师回复说，行持在这里指的是不间断地处于禅修之中，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正在禅修的对境，我们也不要分心散乱。无论是行走、移动、躺卧或是坐下时，你都要像溪河川流不息一般，在一切情境中将此牢记于心。平等位，一直去接纳你所看见的或是任何五根欲乐所展现出的一切，同时认出你的固有本性，远离任何贪着或攀执。你对任何事物既不取受也不排拒，就好比到了珍贵黄金岛上一般，这就称为拥有行持的平等位。国王又问，什么能让我们穿越动念的危险狭路呢？上师回答说，禅修安住时，若是有概念想法浮现，无论升起了什么，这些都是从你自心中升起的。既然心并非由任何实体所构成，因此这些心念本身也没有真实的实体。举例来说，就像是出现在虚空中的云霭，又消失到虚空一般。心念在心中升起，又消融于心中。概念想法的本性，即是本然的法性。穿越危险的狭路，意思是说，当自心异动到种种念想之中时，你应该把注意力导向此心自身，就好比小偷进入空屋一样，空性的念头无法以任何方式伤害空性的心，这就称为穿越动念的危险狭路。Thank you.
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护生、点灯、供水、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湛严法师主法。日期4月13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地点台中五方讲堂，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631号3楼之1，联络电话04-2238-9987，04-2238-9987，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生命电视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前大供，恭请湛德法师主法。日期4月20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下午恭诵地藏经，地点大悲观音道场，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